哦，家乐福中心就在兴国高中的东边呢。兴国高中啊，你看那个北边的运动场，打篮球篮球场，那东边哦，东边就可以找到家乐福中心了。家乐福中心建筑还真高啊。往北边还有可能卫生所，哦，还有大楼。家福中心，你看走那个铁道了，台糖的旧铁道变成了那个可以通行的道路，然后走到天鹅湖，环湖一圈再回来，我这个就，哎呀，可以健行的路线呢。行，哦，21.5，库存量已经非常充足。